会比较。你小子少过来这套，我都快跟你爹一般大。所以嘛，别被小人搞得晚节不保。招标的事儿，回去等信儿吧。小子，你跟踪我，你敢威胁我？您别激动，我这是在帮您。陈总，您先放开他，你走开。这照片不是我拍的，是我从别人的手里给截下来的。谁？是啊，您仔细想想，这么隐秘的事儿，我们上哪儿拍去啊？洪老板在交钱给你的时候，早就安排好手下藏好摄像头，我是在他们出照片的时候给截下来的。小薇，帮我把包拿过来。照片。视频，他们有没有留备份，我不知道。你以为？把增设加油站的指标给他就完事儿了吗？黄老板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，他要的不仅仅是这一次，他是要抓住你的把柄，死死的套牢你。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钱给交上去，同时揭发黄老板想用贿赂的手段赢得竞标，这样您才有机会脱身。这照片跟视频，您都可以拿走，没问题的。啊，对了。关于这次增设加油站的锦标，我想交给我们顾总，可能会比较。你小子少过来这套，我都快跟你爹一般大。所以嘛，别被小人搞得晚节不保。招标的事儿，回去等信儿吧。云顶是个好地方，魏明，好山好水好风光，是吧？现代化建设也跟上了步伐。你们这儿有肯德基、麦当劳什么的。咱们这儿也有麦肯基，你们老穿那个阿迪达斯、耐克，咱们这儿也有耐迪克斯。要不你过来吧，啊，别一人老窝在家里边，啊，哎，不用不用，我真没一个人在家里。你帮学生帮我过来过节呢，可热闹了，吵得我头都大了。你这人也是，大过节的，也不主动给魏老师打个电话。想来着，但是不知道说什么。要不就动员一下老同学，帮你找找华美林。要找不到呢？那就断了呗。那要找到了又不是我想要的那样，怎么办？那就有理有节的断了呗。说着是痛快，申宇，我觉得任何事儿吧都不能耗，也经不住耗，往前往后总得有个抉择，不能一直留守在真空里，对吗？
直没住家里呀？我爸有一本以前的相册，让我给他找。你和爸都没住家里？搬了一个清静的地方，可以写写诗、钓钓鱼什么的。挺好的。为什么不住家里？是怕我找到你们，对吗？沈月，那个我，我就是。我马上过去。沈宇，我有点急事儿，回头我找你。别紧张，别紧张。我只是来找顾总谈谈竞标的事儿。你们那叫谈事儿是吧？伟林，干什么？伟林，别逼我报警。顾总，这加油站的指标谁都想要，谁都想多挣钱吗？没问题，江湖里是讲辈分的。更得讲一个先来后到。竞标各凭各的实力，你少拿地痞流氓这套来吓唬我。我黄老板讲的道理得慢慢品哦。没事吧？他是来立规矩的。其实这次竞标，我们已经没有希望了。他手里捏着招标方的短儿。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